南子这个所在，将来的发展更加大，因为咱即马咧做比较好的科学园区，所以咱将来的科学园区会整合咱南子加诶日月光，这个也是全世界做工装测试上大诶一间公司嘛，哦，啊再加上咱咧诶陆竹科学园区即马。到这两个地的时阵，有甲咱引资招商，就是华邦，华邦电一家，要有足大足大的投资嘛，吼、哦。啊，要台南的科学园区，台积电在那里投资上兆啊，吼、哦。所以，安尼规个加起来，这就是跟我们新竹科学园区一样大、一样好的咱一个科学廊带，未来世代。以来的世代来对最先进的科学跟最新科技跟最新最先进的制造都会在我们南部这个科学技术跟发展的廊道来讲好不好？希望说咱台湾的科技的进步，我们高阶的制造北部有，我们南部更要有，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在南部的投资，它在技术的领先程度还高过于新竹，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我们一定会把我们南部建成是下一个世代科技产业重镇台湾哦。大家呢，我们的校园呢，底加都全部会考过啊，也不用到其他地方去了。即将也能够找到我们下一个世代最好的产业跟最好的工作机会，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开始叫儿子留回来了，安尼好不好？好。